Hello， 今天我们吃深夜炸串。先来一块熔岩巧克力。今天的酱不错，香辣中带点酸甜。酥脆油香太美了。小香蕉。炸香蕉真的是我的炸串必备。这样吃鸡蛋一点都不腻。我第一次尝试炸这个葱心，炸葱心。很嫩。留了两块脆皮五花肉牙肉。楼上好像有人在装修。
苕皮好吃也是因为这个酱加分。烤苕皮真好吃，糯叽叽的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